저한번도잘못했던사람을생각한적이없는데안되면좋아해요울지韩国男星金宣虎2021年和申敏儿主演《海岸村恰恰恰》后人气爆红，没想到却陷入感情争议，遭到前女友爆料逼堕胎，让他形象一度重创。虽然后来韩媒低设列出12项证据打脸女方，证明金宣虎的清白，但他仍消失荧光幕近一年。日前他在首尔一连两天举办见面会，和好久不见的粉丝们互动聊天。暖心献唱，金宣虎还现场还原在《海岸村》剧里的一段经典刷牙舞。到了读卡片的桥段，金宣虎更是忍不住情绪，感性的当场泪崩，让粉丝们看了超心疼。어떻게 나의 글씨라도